八分。你从朋友那里打听过我的事情，有些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。我们的关系好像没有裂痕，都在刻意把我朋友的分寸。善良的你偶尔还是会给我一些关心。如果你是坏人，我就当爱错人，删掉你的戏份。整个过程你都很诚恳，想怪你还一心。